最近有一只鹅坐到了我的评论区。是我吗？不是吧，主人，你的粉丝还有鹅呢。我说的鹅不是一般的鹅，它叫白天鹅。而且呢，人家还是会跳舞的那一种。跳舞？难道是像这样？我来教你们怎么跳芭蕾舞吧。跟这个芭蕾舞服有点像，但是呢，我的这个更好看，因为带羽毛。跳芭蕾？这我肯定不行，我这个大扁脚根本就垫不起来。哎哎哎，你别走啊，学会了就能穿美美的裙子，还有专享豪华座椅。哎，还是给小桃子做吧。等一下，你说的不就是天鹅服吗？这个还不简单吗？今天我来做。锵锵锵锵，这些可是我当年做羽毛公主裙剩下的羽毛哦，今天我就让你瞧一瞧呀。变白天鹅，让我们拭目以待。门前大桥下流过一只鸭，就知道你不行吧，还是得看我的。姐姐，我可以学芭蕾了吗？当然可以了，小桃子，快跟我一起来吧。